太晚，有时候要。哎呦，拍到了。宝宝那个方向走，感觉有时候会看要跌倒。你要讲解啊。一，师傅正，仿生兽。仿生兽，仿生是什么？我是做最简单的那一种。哦。就是最简单的。仿生兽。因为它有时候会有点歪掉，感觉有时候会看。还可以啦，不错了。